看聚会善二度跨国合作，第一次是拍观光局 MV， 第二次就是在偶像剧绝对搭领扮情侣。但或许是语言不通，今天记者会上互动超冷，为了培养两人的默契，主持人黄子佼现场加了一段20秒情境剧。现在请两位面对面相看20秒，培养感情，深情的，好，要站起来的，好，不能笑哦，要深情的。如果20秒之后觉得要奔下去，我们是不会反对的。预备 ，Action！ 5、4、3，这是两国高峰会战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了，现在还有一点害羞了。绝对搭领是日本漫画改编，日剧的男主角是由素水茂虎道主演。由于男主角是机器人，一开始就全裸登场，要挑战同样尺度有料的吴尊可是没在怕。我觉得男生裸上身，我觉得没什么啊。对啊，我觉得。那裸下身呢？裸下身哦，那在游泳的时候你也是穿一个鱼。对呀、啊、，OK 的嘛。所以大家不要太敏感。聚会善很爱吃台湾小吃，再加上吴尊是大胃王，跟他合作的女星最后都落得发胖下场。但聚会善非但不怕，还有回敬办法。사주시면제가술사드리고술가르쳐드릴게요这是我要讲的我的回答。然后他说他会教我怎么喝酒。啊，然后慢慢来。看来这对大胃王和酒国女英豪的组合真是绝配啊！壹电视陈拓宇、刘以采访报道。